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红，今天来录制这个视频了。我现在玩的是这个又是多人模式游戏，我这开局非常不错啊。开局四个叫什么可可豆，非常的牛逼。想直接走这个制陶术吧。我再把这个小麦开发了，把尤里卡过掉，研发这个灌溉，然后把这个全部开发。这一波就会非常完美。记得第一回合基本上走的都是挺慢，因为大家都在可能全世界各地的玩家都会在这同一个服务器，所以网络延迟就是有高有低都很正常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延迟都基本上，我们看到这些玩家的延迟都200多，所以基本上都是跨州的一些人，他们有可能在欧洲，有可能在美洲一些国家，就是跨越这个服务器玩的这个文明。所以我之前我也一直吐槽过他这个文明六，他这个联机模式的蛋疼。因为玩着玩着，大家都就会掉，突然就会全部掉线了。就是它这个，因为它这个没有办法兼容所有全世界所有玩家的那个网络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所以最好最佳的情况就是大家本地玩，在亚洲就和亚洲玩家玩，在欧洲就和欧洲玩家玩。所以他国家的玩家玩其实。倒也不是没法，开个加速器也是可以。这个也比较淡定。发现那个俄罗斯了，离我很近啊！不知道这个俄罗斯是不是会玩？如果会玩的话，我就惨了。讨厌俄罗斯在我旁边。再进入锻造之城。等一下，我这一个好像是那个啥呀？他这个不是叠起兴衰，是那个最普通的那个版本。硬刚的呀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先把这个地买了，这玩意儿要贵的。
听说这样的。41的话，右边能不能做？好像做不了，只能往上。前面做其实不大划算，这边没什么产能。要做其实也可以，二分，一分坐在这边其实也可以，就是没什么产能在这边。还好意啊，你想杀我？真的想杀我？五十的兵，我刚刚一开始看的时候只有40，突然多了10兵。哇！哈哈哈！这他妈的真是绝了，我。
中年。这些人逼得我只能先走这个，先走军事了呀，这个环境太闲了，前有狼后有虎，就夹在中间，我很难受。这就向我宣战了，哈哈，真是溜啊！他，呵呵，那个俄罗斯可不敢过来宣兵。日你妈逼！我干死你！操！王八蛋！直接全部走空间！操你大爷！你是要跟我玩命是吧？
愧是野蛮人啊，上来就要干蓝天。喜欢干架，老子陪你干！我天，直接把他这城烧了。拿到锻造之神也没有办法，哎，毕竟猫子在这边。俄罗斯也翘军营了，真是，这些人他妈的就不能好好种田吗？
四面树敌，我很尴尬，我真的很尴尬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要跟他打，真的是把我逼的。71的兵，这两个人我都得打死。不要留下来。
什么要逼我？三哥，你为什么要逼我？Thank you.
公司远没有到寡头，不行不行。
锻造之神给浪费了。
希望这些人不会逃跑。是不错的。
东西要写。
三宝也对我学长。
嗯。